总经理 ，PPT 写好了袂？我甲企划部的同事都会替伊检查一下。袂啦，我家己检查就好。阿仙呐，你干咪想好运啊？即马就要先淘汰掉李静茹企划所一龙，何一龙会当比李信豪搁较早甲志田社长做报告。这是我特殊化妆胶水做的疤痕，你真正是一个骗子！你想怎么欺骗我？想怎么对着我心里？你到底没做错？你到底没做错？副局长，这是啥？谁做这段药品？这画面顶头，不管是谁，只要人相信，是你就好啊！天啊，你真正是我的缪斯女神呢！只要有当跟你斗三工哦，我的辛苦就无算啥。你已经无选择啊！你敢当配合我？哎，我配合你啥？我未听话就张家良，伊嘛是设计高价的人，我的计划还未行完，我是未收手的。咱大家今晚来欢迎 S A 创投公司的执行长。耐心，迄个伫回顾站的白目酸民。你连续两届跟我斗三工，渡过难关的，那替我保着我的面子，搁替我的未来铺路，你都唔知影，我有安尼感动。那安尼，就讲你需要我啊。讲你永远、永远、永远拢袂当无我，我一世人拢袂用无你，安尼个咩？生命的危险是你把我的快报也看成人，对不对？长俊这个人交友有点复杂，就不要随便选边站。我才没有嘞，我才没有。没有哎，你们好，助教，我也可以帮忙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你，是很喜欢你。身高体重有没有车有没有房？我回来了哦，现在立刻马上去换衣服喽！没有想到你的马竟然这么重，那你为什么要坐推车啊？你离那个叫 Canon 的越远越好。常浩杰，哦，原来是爱情把我叫醒，surprise。